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做一个 Maxer 的周边设备推荐，然后补一下这个 Maxer 的温度啊。之前测 Maxer 一直没测温度，现在是18瓦，二人机器是50几度啊，没有插任何设备啊，裸制啊，手单手手持啊，温度是36度，手持位置37度，右侧36度，35度，对热地方该度41度，然后屏幕是36度吧，就30几度，体感温度啊非常背面啊，手持的话背面比较重要啊，补个背面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36度。SSD 其实在这里啊 ，TF 卡口看一看，现在应该是27是 TF 卡的问题吧，也36度吧，就基本上持握区就是36度，出风口看一看，也是36度吧，背面全是36度吧，哦，这边是比较热的，这边是出风，这边是那个模组散热模组，散热模组这边是40度，其他持握区都是30度吧。然后我们来大致看一下这些配件啊，玲珑屋、充电器、手柄、支架和显卡屋。这个玲珑屋啊，这个玲珑屋是65瓦的充电器、拓展屋加 SSD 三个集合。本身看上去像个充电器，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拓展物啊。HDMI 输出，两个 USB 口，然后一个 USB-C 口啊，麻烦了。65瓦的输出啊，充 Maxer 是没问题的啊。本身也可以拿这个来输出显示器啊，完全没有问题。然后是 SSD 部分的实际写入，我这个大小是512GB 的啊，然后写入速度是360左右，大概持续就是300左右，这个图还是很平稳的啊。占用在是70G，然后，读出的话占用是20G啊，写入是70G这个状态啊，然后看一下温度啊，75度啊，75度，上面温度，这边的温度是过高啊，表面还是过高的，就这边U口这边可能摁到里面就过高，最热的地方是42度啊，表壳最热的上42度，在充电和传输状态。大概是在40几度左右啊，还是有点热量的啊，一般也没人会去摸吧，这点温度还是比较正常的。然后是显卡屋，显卡屋没有正式解释过啊，这个东西，待会儿再懂。这个大东西最后解释，先看一下这个移动电源。移动电源的话，这个自己买的，这个跟还是不错的，它是带这个65瓦的 C 口充电，然后带这个无线充电板，也可以有一个 USB 口，充 Maxer 是正好。它是带插座和那个一起的，比较集合的。然后底座忘记了，手动摇一下。Maxer 底座还是很重要的，这个底座很多人问我的，这个底座一定，我觉得你买 Maxer 的话，底座还是很相当推荐弄一个的。关下去了，继续放那边。这个底座是折叠支架，其实是展开是 X 型的，背面是正好不挡这个机器的那个按键位置和。出风口正好是不挡，可以看一看，一定要买这种，就背面有一个按键，对吧，这边是 SSD， 这边是 4G 网卡，就它完全不挡住，然后风扇这边是风扇也不挡住，扇叶正好是在这个中间啊，然后架起来之后会改善一点点散热，2到3度吧，反正这个两个东西不能挡住，自定按键是不能挡住的，它是可调高度的啊，可以可调高度的，用的还是蛮舒服的。插错了，这个东西感觉应该是人手一个 Maxer 的必备设备。然后是一壶的这个手柄也不错，这个手柄也给了我两个，一个是老款的旗舰的，等于是也其实也不贵，200多块钱，一个是新的，这手柄是比较适合打这种掌机玩的心疼的游戏啊，这边这些太心疼了，按键还是比较舒服，我就随便玩一玩啊，很清脆啊。手柄最后一个就是这种反馈，不像这个 Maxer 的反馈啊，很小，这个大小还是很舒服的啊，轻盈扳机也不错，它这个多段式的，开起来这是没问题的，就100多块钱也很轻，比较适合便携啊，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。然后是大东西，显卡坞了，显卡坞这个之前没有好好测试过一次啊，有测试内屏，然后外屏的话损耗大概是15%，这个东西好像今天更新过 BIOS 之后，我会之后再测一测，因为一直女儿在家里不太能测，直接测这个是可以带快插口的，这个面板是有那个可能我没有撕啊，这个是一个亚克力板，带滤网的啊，不会进灰的啊，它可以快拆下来。里面是一个电，里面是这样子，它的散热是靠两个风扇啊，我递一下，散热是靠两个小风扇，然后一个电源输出。
这边有一个板子，板子是拓展物，等于是它这个也是集成度比较高的一个东西，就和那个玲珑壶一样，都集成度比较高，比较适合掌机，就是不要接很多线，重还是蛮重的，做工比较扎实。这边电源 C 口，一个网口，四个 USB 口，还是蛮屌的，有四个 USB 口，等于是你买这个的话可以少一个拓展物，有些买这个的话没有拓展物是用不了的，对吧，你没有网口还是不能像台式一样正常用。双色的铝合金，正面的话是也是一个亚克力面板，然后这边有个电源键啊，这边按下会亮了，现在没通电了，按下会亮了按键啊，整体做工还是不错的。然后 Max 的话，我今天会再做一个直播吧，等于是更新了一下 BIOS 啊，然后看一看到底行不行啊。本身的话 Max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，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啊，我这边会持续推荐一点配件，配件其实推荐差不多了，还是看测试游戏啊，然后看看 Win4 说不定还能拿到手啊，还喜欢的还是关注一下。我前面直接关合上去的，应该是游戏开着，我看一看游戏应该还开着。这个很紧啊，我们关机前测一下这个温度吧，我测一下温度啊。有人说这个持握温度比较高，我们就测一下这个温度，现在是开了18瓦2077是50几帧啊，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温度啊。